第三位摩诃迦摄，这个人也实现了多才多艺啊，摩诃翻作大了，大迦摄，他有徒众啊500人，以后呢都皈依释迦牟尼佛了啊，全部变成释迦牟尼佛的常随众了。他的名号有影光的意思，迦摄，他身上有金光，金光从哪里来的？所以他也显示了因果，过去生中啊，他用黄金啊修补佛像啊，这个佛像旧了啊，佛像是贴金的，金婆脱落了啊，那就不庄严了，他发心去贴金，所以感得生生世世身有金光。这一桩事情肉眼凡夫啊见不到，可是实在讲呢并不难见，修定的人能见到，心地清净，你能看到每一个人呢身上都有光，颜色不一样，大小不一样，从光的颜色知道你身体健康状况啊，这个是现在人很关心的啊，许许多多练气功，练气功稍稍有一点成就的，他能看一个人的气，我们佛法叫光，他叫气，这个迦摄尊者是金光，金色光明，那么他是头陀第一了啊，头陀是苦行，苦行僧啊，摩诃迦摄的家世富有啊，出自于富有家庭的子弟，能修苦行，这个是难能可贵啊，如果出生在贫穷家庭，你修苦行实在家呢引不起一般人注意，他出生在富贵家庭，他要去修苦行，哦，社会大众的时候会很注意到他为什么就过这个日子，那这种生活方式一定有道理啊，要不然他为什么舍弃富贵，舍弃一些享受，他去修苦行去？修苦行真正把贪嗔痴慢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通通放下了，放下了得大自在啊！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，当时与会的大众大家都觉得很茫然，不知道释迦牟尼佛这是什么意思，其实诸位要明了，他们都是在唱戏啊，这个1255人不说别的了啊，就单单说世尊的常随众都是大阿罗汉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呢啊，当然知道，这个舍利佛目犍连的古佛再来，迦摄也是古佛再来，底下这个角色表演的归他唱啊，归他表演的摩诃迦摄啊，迦摄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动作微微一笑，释迦牟尼佛话就给他了啊，说我有涅槃妙心，迦摄懂得这个意思啊，传给他，这就是禅宗初祖，所以他是清高苦恨啊，禅心是真心，
我们一般人看到他很苦，生活很苦，其实他那个乐我们不懂啊。在禅的那个境界里面，我们反复过这个五欲六尘的生活，苦啊，他们看到是苦啊，我们看他苦，他看我们更苦。我们以为我们很乐，他的乐我们体会不到啊。能够懂得禅悦里面落的，这人是菩萨境界，这不是凡人的。最高的生灭灭矣，即灭罪落，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。九地菩萨以前都没办法体会到啊！啊，所以发心里头有常乐我净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常是不生不灭，永恒不变啊。乐是真乐了，决定没有苦啊！我是主宰，是自在啊！净是清净的，一尘不染啊！自信里头本来就是这样。佛称它叫四净德，啊，四种清净的大德。一切众生，个个都具足啊。那么你这四净德为什么不能现前？就是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力妄想执着呢，那就是甚深禅定啊。啊，所以禅定不是面壁。啊，面壁的禅定不起作用啊。禅定是活活泼泼，一切时一切处，行住坐卧啊，通通是禅，为一切众生做种种示现，种种教化，他的心是清净的，从来没有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通通没有啊。那他怎么样做出来呢？性德的自然流露，就法尔如是，他本来就是这样的。